时光经典系列望月，陈世兰、周大龙，阿兰第一次见面就决定了终身大事。少奶强得那恶魔的路，大阿公那林玉天，明日今买拜，嘛提两块瓜。大阿公难得能过年，明年有年下，向你提两。远嫁台湾，满心的喜悦与幸福。大荣，你不用工作？不是，我在等国安局的电话，他们有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我。他们不会放过我。阿兰，是不是有国安局的人？我是被陷害的。幸福太短暂，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，让他乡变故乡。时光经典系列望月，10月23号起，晚间8点。